声拍出正常活动前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咱舞台顶一个专业个节目哈，主持部分有着什么个美容担当服务，不就多四个景点，并且个朋友还敢陪陪指导哦哈。来，咱今麦最时期哈，有点冷冷的天啊，温度较低啊，咱回应好咱所有好朋友在咱新年期间哈，大大的热情哦。介绍姐妹搭李家姐妹花，来今麦介绍是哪一位？哪一位？你猜猜啊，我猜猜这个声音应该是李小璇。我才行啊，淡薄啊，对啊，来介绍我的小花哦。你先把话给说说，叫遐侪年就一直叫小花，对啊，你敢没有淡薄啊，有点心虚？不会啊，你若等两年了，你的层次就差不多够我头家级了哈。小姐，你心跳敢会较慢？若讲起你，介绍个最美的歌，因为对我放弃爱情，随时心出发。有个动物，是心爱的，是心情我的，好我只是输掉爱情，黑笑面。我的心里太甜蜜，几个小白板想难对在我的村口感情深刻，一心一样对我恭喜也不得诉说，好不继续受掉拍摄给小明色。谢谢，好，收看当天都会留言。